好的，今天即将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今天也有带来一些自己的算是二手物，其实是一个全新的那个新的专辑。不对，我这样讲不对，我带来了我以前的发行过的专辑，但是呢每一个都是全新的，虽然它不是二手的，但是呢如果你听了的话，拆开我了的话，它就会变二手的。不对，我的逻辑有问题。好的 ，Anyway， 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唱歌，谢谢辅导日常邀请我来。现在要谢谢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在这里，在这个下午，在这个年末之际，一起在这个地方。听听音乐，逛逛二手市集，吃吃甜点，喝喝好茶。那带进最后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胖》。